告诉你 can't show， 绝不相信。 Yo， one two three go。 不知不觉中，鹿晗已经回国发展了很多年。当初他一回来就马上参演电影并演唱插曲《给我一个吻》，让无数粉丝为之痴迷。给我一个吻，那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那让我想念你。纵然瞪着你眼睛，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灰心。纵然闭着你嘴唇，你没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。绝不相信。 Yo， one two three go。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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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鹿晗的萌帅不仅让粉丝为之疯狂，还俘获了不少影视剧导演。很快他便在多个影视剧中露面，还带来了不少影视金曲。心若倦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。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月难了，情难了。如今《得天记》已经播出六周年。作为主演的鹿晗在电视剧播出时可谓是影视歌三栖，为粉丝带来了太多甜蜜。归国后的几年里，鹿晗可谓是当红炸子鸡，被各大卫视邀请参加跨年晚会，献唱多首个人单曲。世界变化不停。
之后厉害了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先拉票，拉票、哎、安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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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鹿要拉票了，希望大家投给我了、啊、希望大家投给我了，谢谢谢谢谢谢